啊，是，是是是是，真的是最美的。你平时也会健身吗？大黑牛啊，大黑牛，你平时也会健身吗？我健身，但是没有他那么健身的那么有那么那么有规律，不是有规律，是他会健得更拼一点，更拼一点，对对对，看起来他会比我更大只一点。嗯，私底下应该也是他最美吧。为人处事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也是 他那个，对对对，他这样练就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，感觉拯救世界。那你平时健身会去健身房啊，还是说自己跑，早上跑跑步呀？自己就通常情况下会去健身房，因为觉得那个你要健身嘛，就要科学一点，有一些器械。多数是有肌肉的，腹肌。腹肌是吗？暂时被脂肪盖住了。暂时被脂肪，曾经有过。哎，那年轻时候啊，现在练的只不过是就把自己的那个肌肉的线条拉出来，线条感。因为我还没有到那个，就是说把脱脂，脱脂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，你知道吗？脱脂啊，戒油戒盐，然后还要不能喝碳酸饮料，然后那个所有油腻的东西不能吃。然后那个要就每天要保证你的睡眠啊，这真是李晨是这样的吗？很痛苦，控制饮食。是是是，他是这样，就每个健身的人都需要控制。东叔，你觉得夏天不能喝啤酒，你知道那你觉得控制饮食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？对于我来说，吃货，算半个吧。